当时一进入这个行业，实际上对护士并不了解。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明确的目标，只是后来越做觉得这个护理我越热爱。因为我的祖父啊，当时是赤脚医生，我们家呀总有周围的这个乡亲们上门来求医。那么因为通过我们祖父的这种赤脚医师的身份呢，给了他们很多的帮助，这其实也是让我应该算是一个医学或者护理这个职业选择的一个萌芽。我觉得其实都不会觉得太辛苦，要一定要说比较艰难吧，可能就还是西非去看治埃博拉的那一次，因为那个国家很贫穷，而且当时的气温会很高，大概在35度左右，我们要穿3层防护服。因为我们当时麻风病区是有4个孕期2000多亩地，没有一条水泥公路，里面住有200多个麻风病人，很分散，我们每天要走4公里的路程到各个孕区去给他们做服务，环境非常恶劣，所以特别是刮台风天，我们还要去救助病人，转移病人，保护病人的生命安全。真没觉得什么时候最苦的，因为我就天生一个乐天派。可能跟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那我是随医疗队去了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海拔是3000米，那么在吉布提呢，它的吉布提还有一个称谓叫沸腾的蒸锅，它的地表温度啊高达了60度，而且湿度非常的大。因为我是从事急危重症的工作的，可能我们在抢救病人的时候，可能这个病人我们没有像就是能够把他抢救回来，那可能会觉得就是会很难受。为病人实时的临终关怀，然后看到病人所受的痛苦，感同身受，特别一些老人的这种对生命的这种不舍，还有疾病痛苦的折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确实现场真的是那一段应该是我们不太愿意去回首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几乎在现场没有太多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我们尽量的用我们自己的去双手，那么带有的仅有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包括护理的器材、医疗的器材，去救助当时受灾的人群。常常有这么一句话呀，说医生的嘴，护士的腿。那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觉得我们的护士可能只是被动的去执行了我们的医嘱。那其实护士发挥的功能，应该是作为一个前卫哨兵，那么在贴近临床、贴近患者的过程中呢，能够捕捉到我们患者的病情变化的一些先兆，及时的提供到给我们的医生呢，来做综合的临床的决策和处理。比如说，护士只是打打针、发发药啊之类的，这个应该是他们的，我觉得是一种局限的想法吧。我们的一些操作要很专业，然后就是像观察病情这样。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要很专业，要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重病人让他起死回生啦，通过我们的抢救啊，把他救回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很开心，就是那是没办法就是替代的，也好像很难形容啊，就那种心情。可能会连续几天，比如说像我们一些瞻望的患者，一入院以后呢，通过我们的这个护理的这个照护啊，他瞻望症状也减轻了，药越来越少了，他的功能，老年人的功能也能够逐步的维持。那我觉得，当送他出院的那天，其实就是我们最开心、最快乐的事儿。我们每个季度都会跟病人一起办生日晚会，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切蛋糕、唱生日歌，然后听他们的心愿，我觉得特别温馨。